我妈，我觉得我妈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，她会有一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。我妈妈是一个传统，但是她忍耐性很强的一个女人。我妈妈因为她最近身体状况比较不是那么的好，那我希望说她可以就是不舒服的时候，都要记得跟我们讲，然后要去看医生，要记得每天都要准时吃药，对，然后照顾自己的身体。那最后跟我妈说一句 I love you。大家好，我是贤文，母亲节要到啊，贤文就全天下的这些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